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 DIY 创意与灵感。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三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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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粉色的这个独角兽的惊喜蛋。那一个是紫色、淡粉色，还有淡粉紫色。哇，我好喜欢这个颜色呀！那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水中，让它呢是慢慢的把它孵化开来，不知道里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我们可以等会儿来看一看。我们这边呢会准备着三个杯子，让我们的三个小小的这个独角兽的蛋能够泡在里面，让它慢慢的能够孵化开来。三个杯子，三个惊喜蛋，好了，我们可以给它放进去喽。这上面呢是有很多个，然后这个呢是把它空气给它排一下，可以把它按在它的下面。还有我们这边的第三个，现在三个我们的惊喜蛋呢，都已经给它浸泡下去了。好的，非常的棒。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把这个独角兽给它进行孵化的一个小视频呢？会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继续跟大家带来我们的独角兽的孵化的一个跟进，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订阅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